以前提到购物，我们都会想到香港，但现在只要来到澳门，你会发现这里是另一个购物天堂。这里有许多结合饭店与娱乐的商场林立，并集结了众多国际品牌精品，购物、住宿、娱乐一应俱全，绝对让你 shopping 一整天都不觉得累。旅程最后，每位旅行者除了开始收拾行囊，另外一件功课就是要烦恼要带什么伴手礼回去。别烦啦，跟着 Joanna 一起让你们一次买完。位于澳门荡仔的观野街，拥有各种特色伴手礼，还可以品尝许多经典澳门美食。首先就来吃这里最著名的肉切饼啦，酥脆的饼干包着香脆的猪肉片，咸咸甜甜，一点都不会腻口。哇，这个是肉切饼。好香啊！今天呢，我很想要吃榴莲雪糕，然后听说有个木糠布丁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身后这一家呢，是由米其林街头小吃推荐的一家店哦。我们来看看它的东西到底好不好吃。顶级猫山王榴莲制成的雪糕味道浓郁醇厚，而木糠布丁则是绵密的饼干屑末搭配入口即化的布丁，两种都会让人边吃边洋溢着幸福与微笑。看到现在还不心动吗？来澳门不要再择日了，因为这么近的距离，你随时都可以来过一个周末，好好慰劳自己。